今天都赔了有多少钱？哦，可以噻。来，反正我告诉他，我没乖乖，哎呀，我乖乖回来了。还好点儿。乖乖回来了。乖乖，我打包吧。多高大还是？高点儿还是要高点儿的噻。高点嘛，你们老妈引起啊这些嘛，高点儿。要得，我就说坐高高坐的养家去，他把我都虚得很。哎。高点不得晕车。再给他娃娃来一看，新车车了到。你看嘛，就这个，老妈，你还没见？我没见过。你没。哎，这个可以。那第二个老汉给看那个就差不多，就这个。哦，差不多了。嗯，最重要考虑的，考虑的有老人有娃儿这些社会方面，坐车嘛，买些嘛还是，辛苦点嘛，还不是考虑的一家人舒服点噻。是噻，我得坐的到，我娃娃坐的到好点噻，好不好？大眼睛，大眼睛，想来弄羞了。上次很多人都问我，就是买越野的嘛。我一直考虑也是，女的呢开小车的话比较方便，但是如果说一家人用的话，还是买越野的好一点。特别是像我们这种山路哈，如果说买小车的话，真的不划算。因为它底盘太矮了，你碰好心痛哦。大家都也有朋友就是给我私信，就说去看丰田啊、本田啊，还有啥子啊这些，大众、本田、丰田这几款都可以哈。其实我都比较喜欢的，买越野的啊，就是。高的啊，高的好的，我们这些路啊要好的。哦，我们在上次跟你们说，你们说要买高点的，我其实我都考虑，因为你们你晕车啊，现在还好多了，好吗？哦，刚开始晕得很。这一关，我都感觉的。买高的。大家都满意。哦，就是，就要大家满意才那个噻，买东西就要一家人开开心心的才买，是不是，姐姐？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哎呀，奶奶还不好意思了，你看奶奶，今天奶奶还不好意思。有车子了，更要努力的省钱回来。车子一前进，加油！人更前进。车子前进，人更前进。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好，去找了。